教授的线索看来，应该是咱竞争对手知影咱要钢铁了袂少钱的消息，所以超过一百分声，咱的股票才大落。哦，生理最输咱，就安尼趁人之危落井下石。那我查出来是啥，我会交袂甲出转来。丁老板，这恐惊还有困难呢。咱生理做啊久哦，得势的人嘛袂少。这是要怎麼查？搁较困难，莫来查。丁副理，别急，你叫唔对，我即马已经唔是金副理。林姐，是不是你的代志啊？是。我是想讲，天生一个王星啊，啊，即摆你一个孤孤单单，不如搬当个大，咱两个人也互相有一个照顾。感谢你好意，我即摆对心就是有得表里归一份，但这一切拢得上缘，所以真感恩你。你哪只来消极？你爱怎样？我对你的心一直拢无改。但你唔通阁讲啦，我是来找金玲，敢会当入去看？当然会用的。今晚就讲要放弃，我嘛无想要放弃。啊，不过我一双手已经废掉，我可能永远无法度阁当球场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我的手，我求我。天娘，唔通我家己心魔拍败。过去，你就是让你家己的心魔空去，为着要争权夺利，你做袂家己的灵魂。做出真多让你后悔的代志，不过今仔你爱把你家己的灵魂救倒转来，恁爸爸天生做会到，你嘛一定做会到，因为你身上有伊的血。妈，我家己才做会到，我敢做会到？哎，你一定做会到，金龙。千万唔通让你失去的爸爸失望，更加袂用让所有关心你的人失望，知无？失败。英子，啊，你个嘴干安尼啊？遐济来。咁方便。厝内无人，放心嘛，遐济。你小姐姐，来，你家得解酒。想，到尾啊，这是你对我上好，上关心我。那你今日想做啊？恁大家拢想讲，我将来也要做一只普主人的狗。也唔管你想怎样，要做一只狗，
无遐尔简单。爱当食苦，爱当忍受主人的拍干嘛？该忍受所有的人看袂起的眼光。上加艰苦的就是爱忍受一种失去人心、尽人反背、连亲人都离开的滋味。早知安尼，你何必当初嘞？当初你若听我苦劝，两早离开金满山，你就当过一个有尊严的人生啊！我今嘛，敢有法度回头？想当初，我一心一意要向顶爬，不管打别人的头也好，打家己的血泪也好，只要能成功，我绝对是不择手段。也不过，我无后悔过。虽然讲这条路真歹行，但是我嘛行这么远啊。我捌坐过上悬的职位，得到心爱的人，这摆拥有过，我这世人一定有够。我只是感觉，我对你还阁有亏欠。在过年的时阵，你一直亲像哥哥同款遐尼啊照顾我，嘛是你带我出社会。在我伤心无助的时阵，是你安慰我、鼓励我。所以你并无亏欠我什么啊？心爱，多谢你对我这么好。在这世界上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可是以前，我若有做过什么伤害你的代志，后世人，我一定弥补你。这是我甲金月的结婚手指，今麦唯一拥有上珍贵的物件，就是这卡手指。心爱，麻烦你替我好好保管，好不好？冰晶，你今日到底想怎？无什么代志啊，你有当作是我啉酒醉乌白讲话？我是感觉林天心死甲想无价值啦。是安怎讲？假使你想讲牺牲一条人命，都会当有一个恶魔回头改邪归正，那呢？恁想天真啊？你到底想要讲啥？你讲清楚好不？无啦，是歹，好我保重。用电视，今日有人散布对公司不利的消息，趁机会来放空股票趁钱，这款的情形我绝对无容忍。爸，你意思是讲炒作股票是公司内底人做的啥？这件代志，江明静上解清楚。明静，我叫你去调查炒作股票的内奸是啥。你敢有查到？刘老板，是我办事不力，到今嘛还未查出内奸是谁。还未查到，
不要紧，我已经查出来了。阿良，大伯，营业员我带来。罗端叫你做非法买卖股票的人，敢是伊？就是伊。你个出去。各位，拄只已经听到了吼，世界散布谣言，对公司不利，和公司股票大落，趁机会放空股票趁钱的人，就是江明正。我唔对，是我做。我顺风使船买卖股票，确实趁袂少钱。江明正，你到民工听我的话，你敢知影？你炒作股票？散布谣言，本来就是犯法的。唔，那是你家己有罪，到时阵可能连累规个公司。你敢知影？娘子姐，受过训啊！是啊，俺大哥无拖得着呢。好啦，你是讲耍的啊？恁家搁在座每一个人，拢无趁这个机会趁着钱哦、喔。一人做事一人担啦。摸唔对，放消息炒股票是我做的，所有罪过。我一人来打。江明正，即摆火爆集团已经有你用心之所。现在我正式宣布，你我开除啊！开除就开除啊！反正哦，我嘛无拍算伫遮做到退休啦。老爹，这两位警官讲，一定会救我。好，谢谢你。警官，这位就是涉嫌伊在塔罗自杀案的江明正。不是我啦，是金先生，你在捉我，不是我。伊在塔罗的自杀，是因为江明正绑票伊的查某囝，因为着要救伊个查某囝，受到威胁才自杀。好了，阿伯，所有通联记录拢在遮。好。这是本公司所有手机的通联记录。经过查证，命案发生之前，江明正甲伊在头路通过电话，而且经过我的督助乌亮的证明，伊亲目就看到江明正绑票起哦。你后袂讲，结果遐代志哦，那是伊叫我做的啦。伊哦，这是未来做我，你们两个人应该是伊才对啦。白差。这个资料本来在你手上，做一调查。另外，甘山麻烦你，甲你的特殊乌龙，甘等于做一下笔录的。警官，我拢是好市民，会当配合警方调查，我非常的满意。金万生，高明，你到今麦阁笑会出来？我是会笑金万生，老狐狸就是老狐狸，你的骨卡。总算搜出来，你就是讲你威神的假面具，搁当挂偌久？你做袂歹代志，是无可能话的。我做你的替死鬼袂要紧，你若讲，你良心会放你煞，叫你警官，你嘛会放你煞。江明正，清者自清，你的少将别拖我落水。金万山，暗时咧困的时阵哦。卖袂记开窗仔门，警官哦，会转来替你打皮。警官，马上赶紧出走。金苗，你卖想讲你叫伊一声老爸，伊就袂害你。你家己较注意。是我做的，一定的风云再起。凭一件业买到，也是要跟我斗。江明正啊，只好委屈你，乖乖伫笼仔内。给你熬半死了。
金万山，暗时咧睏的时阵，莫袂记开窗仔门。另外，会倒来替你打破。是你害死我！是你害死我！不是我，没事的。慢完了，慢完了，慢完了。爸，是我啦。爸，我金庸啦。爸爸，来来来，起来了。到底是安那啦？啊？爸，你的手哪流血啊？我的手去抹掉血，到底是安那啦？啊？无啦，我啉酒醉，啉酒醉，无代志，我去睏，我来睏，我来睏。啊，听大消息啦！赶紧讲哦，去警察抓你啊！小姐，你跟我要紧啊？这叫做吼，恶有恶报啦，不是恶报，是时间未到。对吧？就算我江明前过去做过真侪歹代志，咱嘛不应该落井下石。对啊。尤其江明静甲新麦姐是做伙大汉的，伊着参像新麦姐个个共款，你安尼讲伊，新麦姐会艰苦呢。新麦，歹势啦，我毋是调工的啦。伊早同你干嘛？不过迄天你无代无志，跟我讲遐尼侪话。江明静甲你讲过啥物？迄天伊来找我，向我忏悔。伊就讲一挂奇奇怪怪，我听拢无的话。伊甚至佫甲伊甲金元结婚小事，叫我替伊保管。那安尼吼，拢咧交代后事啦。听你安尼讲起，江明前好山就早就知影，伊予人掠去关。也毋过我看报纸的报道，是金万山检举伊，毋是家己自首的。是咩？迄天江明前敢有甲你讲过啥物特别的话？假使你想讲牺牲一条人命，都会当有一个恶魔回头改邪归正，那呢？恁想天多。伊安尼讲是啥物意思啊？应该是咧甲咱暗示，金万山毋是真心悔改，伊真有可能继续为非作歹。真有可能，因为只要去白走威胁别人的人，明明是金万山，啊，毋过即摆说不定是明星。伊代替金万山，把所有罪拢担落来。伊根本就无遵守，伊敢有乌托邦的约束？我都早就甲恁讲过啊，迄牛卡咧北京就是牛啦，伊就利用江明正哦做替死鬼啦，啊个家庭哦逍遥法外啦，继续计划哦要来对付咱。那恁阮哥哥咧，伊对咱，敢嘛是牺牲假意的？绝对不是，金明正可能也是金万山的一个机理。你应该跟咱同款，拢去金万山骗去啊！千算万算，唔值你听实话。我相信天理昭昭，公理自在人心。就算讲金万山躲会过法网，伊嘛已经躲未过天网。天公伯有目睭啊！我希望拄只咱讲的，敢若是咱家己在用尔。起码唔通阁有代志发生啊！喂。地上，林静拜托你搞物件给我。心爱，当你听到这块录音带的时阵，就表示我已经出代志了。有一件代志，我一定要让你知影。今晚的死是金万山造成的。金晚，请你原谅爸爸。爸爸死后，伊都塌落遐人，变个走投无路，真想要利用你这个真心实诚的查囡仔来对付伊。本来是想要甲伊乱一下，想袂到，
我害你来牺牲。为你背命啊！家用大汉查某囝要甲欺笑，甚至失去性命。我即摆来找金万山，甲伊无清楚。志强，你即摆去找伊，伊嘛无可能承认的。搁再讲，金明若知影这个事实真相了后，比阿囝伤残的悲剧一定会发生的。金明已经失去伊的亲生爸爸，搁伊的小妹，伊即摆回来甲心魔对抗。敢讲你人心在这个时阵，搁会承受这么大的打击是？敢讲咱目睭紧紧，看金万山小爷发话，何金万死了不明不白哟！志强，要对付金万山，不是这么简单的代志，敢那靠咱两个人力量，那是无够的。到即马，咱也是暂时保守这个秘密，等金明渡过这个难关了后，咱再甲伊参详，看明仔怎处理。我即马都要去参加棒球协会理事长的改选，我无得让金万山马上接受法律的制裁，也无至少我会当阻止伊利用棒球安卡民做非法的代志。棒球协会理事长，我一定会尽我的能力来发展棒球运动，改善过去一寡歹的习惯，行事公正，有功必赏，有过必罚，让所有球迷恢复信心，热情参与。各位。阮爸爸对棒球付出，恁大家拢看到啊。阮爸爸一定会尽心尽力为棒球打拼，所以我即马推荐金万山先生做新的理事长，恁大家敢有同意？同意啊，我拢同意啦。啊，我反对，志强。即马你已经是三级棒球运动基金会理事长啊，敢讲你对棒球协会理事长这个位置还有兴趣是？我唔是有兴趣，我只是认为棒球是一个需要团队合作的运动，但是要做棒球协会理事长，一定要有抱负，要有奉献心，而且要顾虑每一个人的感受，要诚心诚意，要甲大家合作啦。敢讲？你感觉我唔是这款的人是？我唔对。吴志强，你讲好清楚，你想要反对阮爸爸做新的理事长？我的理由是，金董事长过去捌出钱成立球队，也毋过伊毋捌参加球队的经营甲运作。若是一个无专业的外人来做领导者，一定袂有好效。再讲，
金董事长，我做过真侪有正义的代志，甚至是险刑啊。所以为着要维护棒球协会的名声，我认为金董事长不适合做理事长。我蔡先，彭志强担任咱基金会理事长，嘛做了真好啊，做人嘛真公正，这点恁大家拢上清楚啦吼。所以我推选志强做咱下任的理事长，唔知你的意思安怎？同意啊，我拢同意啦，啊！多谢大家的支持。志强，用你哦。彭志强，你声声句句讲要化解文怨，啊，不过你所作所为，甲你所讲的完全无共款。我真正想袂到，你用这款的手段逼走阮爸爸。志强，莫搁讲啊，我已经恭喜志强。爸，彭理事长，恭喜你。即马你唔是三级棒球基金会理事长，又阁是棒球协会理事长，责任重大，压力也不会小。我希望你唔通过着一边，煞无过着那边。对啦，彭理事长啊，你看，大家拢这么支持你，希望你千万唔通辜负大家对你的期待。嗯，多谢大家的支持。只要有我爹，我一定继续推动棒球运动。而且，我袂让有心人破坏棒球运动。林立刚都无伫个现场，无听到志强讲出话，我反对。我大家安尼啊，听着安尼，拢唔敢讲话啦。迄就算我金万山的名片有外交哦，拢照失信的。恭喜你当选棒球协会理事长，你即马路边都做王啊！唔是做王，是做工。我即马一个人管两个会，因讲是一间大相打，若毋是为着要做起金门山，我嘛袂跳出来。你有理想，有才能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当胜利的。我若有你讲遐厉害就好。你哦、喔，是无遐厉害啦。只要有一个人无甲你斗相共就会赢啊！迄个人就是心爱之。你看，你的工作计划吼，心爱之替伊写好安尼。有伊吼做你的秘书，你就会翘脚练喙手。我两下未计划好，伊拢已经做好啊！你真正是上手头。无啦，我嘛敢若是找代志做尔。志强，棒球协会一直无人领导。先为内部管理开始整顿，让棒球协会渐渐变成一个纪律有效率的组织。你讲哪句有道理？那是当然的啊，不论是公还是私吼，新来子都是上支持你的。少年，你唔要对人较好嘞，对无？啊，赶紧买了医院哦，当下挂了，伊就走袂去啊。什么物件医院？结婚手指啊！我甲金明有约束。我要等伊恢复，甲伊公平竞争。感谢你，哥，你来啊！我最近感觉我的手有较好，为着要克服我心理的障碍，志强，你敢满意？甲我来一场公平的竞争。你要比什么？咱来比阿手吧。哎，友啊，你比我较平呢，我难得先比。我的对手，甲志强一个人。好，既然伊这么坚持，我陪你。来来来，好好，多点多点。来来来，给我。稳住哦。志强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讲什么代志？你想要给我们爸爸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？我只是做我应该爱做的代志。志强，你哥，以前无简单，再甲志强好好，唔通冤家安尼。我唔是伫甲伊冤家，我是伫拜托伊，拜托伊给一个老大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我给伊机会，伊敢有给别人机会？
甚至是给上亲的人一个机会。志强，志强，你安尼讲是啥意思？到底是啥意思？你想要讲我清楚？金苗，你莫讲问啊！志强安尼做，一定有伊的理由啊！伊的理由已经讲过了，我认为是家己的性格。我的亲生老爸为着要化解咱之间的误会，牺牲家己的性命。啊，不过你却不肯放弃你家己的性格，你安尼做，敢会对起阮爸爸？金苗，看代志别当干那看表面。那呢，你要讲出你心内话。我即摆干那会当跟你讲，我对金万山无性格。我认为伊这个人人格有缺陷，无值得信任。你家己想好较细。你连这款话你也讲不出来，你敢讲？你对伊无性格？金苗，你莫阁逼伊啊，好无？是来逼阮爸爸，唔是我伫逼伊啊。喂，三溪棒球场训练营工地火烧事。王理事长，这个工地火灾，所有的材料拢烧烧去，损失非常的大。这根本就管理上的疏失，嘛会当证明讲这是理事长的能力有问题。我看，这个三溪棒球训练营若无法度如期开幕，这基金会理事长都爱换人。我看过去连棒球协会理事长的职务拢做死掉好啦，对不？对了对了，我才不叫你支持你呢。唉，之前我就在替你烦恼啦。你做两个理事长，恐惊无度完全照顾，不行，我要你。工地出问题，甲这有啥关系？对吧？这，这边发生火灾，受到真大损失，我干嘛支持你？所以即摆我主动请示三溪棒球基金会理事长，甲棒球协会理事长的职务。既然彭理事长愿意认错负责，咱大家应该就爱心全意，嘛会当建立后摆咱理事的一个好的责任制度。各位，既然这三溪棒球综合训练营开幕的时间已经决定了，这基金会甲理事会未了无人领导，我即马就推荐金万山先生来代理两会理事长的职务。金执行长的提议有人反对无？我认为应该重新考虑一下。多谢，多谢各位先辈的支持。也毋过，彭理事长，你认为？我并不适合来做两个基金会的领导人，我感觉真有道理。不过首先，我来替咱彭理事长讲一句公道话。工地发生大火，检方是还未查出原因，来将这责任撒给彭理事长，这是真不公平的代志。三溪棒球训练营是彭理事长一手创立。咱爱继续给机会，继续给伊支持。王志强啊，但你有看到？你即马是以少年之心度君子之腹。金苗，我看你是目睭哦，伊搞着喇叭，看袂清楚金万山的这老狐狸啦。这根本就是哦，没有王志强歹看嘛。老爸，好啊，莫要讲，那也莫讲。金苗哦，根本就唔知啊，金万山的做人啦。这场火灾哦，一定是恁老爸指使的。阿鲁伯，我不准你踮伫遮干废无天，你无证无据，谁人安尼讲的？我跟你讲啦，阿两哦，爸爸我哪有胖啦？我哪唔相信哦，金万山这个老狐狸哦，你到底是要变偌久？总有一天哦，你骨卡会缩出来啦。阿爸，你讲安尼讲，我就对你无客气哦。青纱破，你永远是我做的。总有一天哦，你骨卡会缩出来了。阿爸，你敢安尼讲，我就对你无客气哦。对吧？不要讲。
是在创啥？我伫咧创啥？阿鲁爸，不是阮爸认去，阮爸爸改变，你大家都看到，敢毋是咧？金苗，目睭看到的，无一定是真的。敢讲你无听过？恶魔有时也叫做天使。你意思是讲，阮爸改变是假的，是？敢讲无可能？当然无可能啊！我亲目睭看到阮爸的改变。是啊，莫要讲啊，我金苗淡薄时间，可以家己去发现。发现什么？恁大家到底有啥物代志？阮某啊，小我讲我清楚。好，我讲你知，非得我也无想要等落去。是吗？志强，伊看袂清金万世的真面目，迄是真危险的，搁拖落去，我烦恼会有悲剧发生，不如两早互伊了解。是吗？到底是啥物代志？你上好有心理准备。请你原谅爸爸，爸爸是让伊在塔罗遐人变到走投无路，才会想要利用你这个真心实诚的查囡仔来对付伊。本来是想要甲伊乱一下，所以讲，所以害你来牺牲。我哪能安尼做？今晚将来马上买过灵果了。我哪会当叫伊去杀伊亲生老爸？老朽，有所甲你玩笑的。你讲白啊！我今年讲相信你顶万山，你当改过自新。金妈呀，你甲我讲，我到底要哪做？你甲我讲，我到底要哪做？什么代志是？这是要利用你这个真心实诚的查囡仔来对付伊。你即马是要继续辩解，还是承认？电话是叫你比较起笑。启明，这是谁给你？你先回答我。启明，你真正要相信这个是谁给你？江明静，江明静，伊是要生人个名仔囝，录音带上个作假，下个剪辑，你们两千来简单去中着伊个计啦。是啊，江明静确实毋是好人，啊，毋过伊对金妈是真心个，伊安尼摕这物件来威胁你，毋是交予心爱处理。假如你不信任，我就把这录音带交予警方处理。金苗，我是讲，这录音带无要交予警方处理。你是去面对警方，还是你的事？我应该说。我为安怎要安尼做？我无想要听啦！你写写句话讲，你把金华当作是亲生查某囝，啊，不过你煞毁掉伊，你把伊变作杀人的机器，你真正不是人啊！你金苗，我当时是真正是走投无路啦，明
天生随死的主管性命，我有悔，我真正就有悔。我唔敢甲你讲，是惊你唔肯原谅我。金官，我真正对不起金官，也死了。我每一家人受到我家己良心的谴责，个结皮。我唔知影你倒一句讲的是真的，倒一句讲的是假，你才跟我欺骗。我搁在晋江面头前跟你挂保证，无唔对，你对我稳重如山，啊唔过你害死金花，是袂得原谅的。起来，麦总，今麦跟我去警察局，去自首。哎，不行的！金龙，我求你，我知咱是表姐的分上，你帮我刷，啊，我都已经吃这么多岁啊，啊，无你，给我一段时间，我考虑一下。好，我给你淡薄时间，啊，不过。你袂当袂记，这录音带搁在我的手头。明仔天啊，进前，假使你搁无去自首，我着把这录音带交警方。为着警方，我绝对讲会到做。起码是你对我表现忠心的时阵啊！阿鲁爸，明仔开幕酒会，是我请的贵宾，一样开始送到位啊！吼。OK， 是啊，你嘞，记者遐有念得好未？我嘛 OK， OK， 哎，志刚，志刚，志刚，你的金衫，多谢。我真是唔敢相信，我如果会当重新穿起那旧衫。我从来都唔捌怀疑会有这天。虽然讲工地材料小气，耽误着进度，啊，不过好佳哉，训练场也是如期完工啊。明仔载总算当正式举行开幕酒会，志刚，恭喜你！三级棒球总合训练营都准备实现了。明仔载，金勇嘛来穿球衫出现。我甲金勇会当伫三区棒球场啊训练营球场上，都参像较早同款，伊投球，我拍球，阮两个人又搁会当做伙拍拼。你若无离开哦，金万山这恶魔，伊随时拢会变啦。我真正唔敢，唔问。志刚，你想金勇摕过录音带了，伊安怎做啊？金万山是金勇上敬重的人。伊果是采用伊二十多年的佣兵，咱也是要给金明一寡时间。啊，不过每过一点钟，拢真有可能有变化。无得下这个时间，金万山已经保护我款款了，早敢不知人啊呢？我相信金明的良心。我嘛相信。万一伊一时冷心，让金万山躲过这个劫数，金万山就死到受过冤枉啊呢？你实在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证据交给金勇啊！你应该直接交给警方，也是检调单位的。是哦，金勇承受过遐尼侪打击，我相信伊会知影家己应该安怎做。你看，伊安怎做？
手会正式开始，即摆咱就请一手推动三级棒球综合训练营的彭志强，也就是彭理事长，为咱大家来讲几句啊话。大家好好注意，今晚三件恶魔，他会算计。当然啦，真多谢大家的光临，嘛真多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支持甲鼓励。要么拄只随意小姐，讲唔着一句。三级棒球综合训练营，唔但是我一个人的理想，嘛是我甲金勇共同目标。若是无金勇，三级棒球综合训练营无可能这么顺利就是。所以我伫遮要表达我对伊感谢。另外，金勇先生为了今天的表演赛，伊克服伊的心理障碍，用伊的意志力练成斗手斗脚。重新开始也帮助戏。兄弟，这形容我是一个罪人，所以我踮伫这心中甲社会大众会一个系列。系列，各位，过去我捌伤害过真侪人，我甚至阻止志强推动这三级棒球综合训练营的计划，因为我怨到伊。我怨到伊比我较优秀，啊！不过志强，伊在我机会，伊原谅我，伊直播我，是志强，伊让我行出外，行入去公园，所以我真正非常感谢你。志强，多谢。顶咧空话，我来就要走啊！你真无面子啊！你哈，谢谢你。各位，勇敢面对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勇者。而且我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绝对有公平跟正义的存在。别再出钱，叫我车马上就到。我过来等，你所导出来叫嘞。金苗，你等下仔细落去。你放心啦，我袂让你怕苦啦。我一定甲你三心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讲出好人。心妹，我，你别，你先别讲话，你还保持在那。应该以后就无机会啊！是吗？我是真心想要悔改，你敢有看到？我有看到，你别讲啊！我有看到，我拢有看到啊！嘉欣，嘉欣，是吗？你讲啥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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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
金明这个代志哦，一定是金万山做的啦。要无金万山伫现场，利用乌龙来打嘴，等到家己杀个李丽婷。金明，是为着我才受伤的，可是伊的死去，我一世人拢会留心我。心爱，你甲金明讲的，讲啥物拢答应，是毋是真的啊？你奈拢唔讲话啦？敢讲是真的？老爸，卖个变心爱，即卖上重要是金明性命安全。我是为你着急呢，啊，万一那金明救起来呢？阿老爸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无希望阮哥哥互咱救起来啊？唔是啦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医生，杨喜啊，患者的求生意志非常的坚定，已经脱离危险期了。病人真是无代志。放心，无代志啊。虽然伊失血过多，经过急救了，伊竟然会用得度过危险期，算是奇迹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徐万志，多谢你，都是你和我哥哥爱的了。得，这么烦恼啦，心爱哦，一定叫金勇啦，得变啦，上不要紧啦，伊讲伊要去助手，那一定要用乖，志强，你还有机会啦，老爸，家己在大家面头前认错，伊需要真大的感悟甲勇气。伊真正是改变啊！这拢是你的功劳，你的耐心甲坚持总算得到回报。金苗是真无简单，才去面对家己。不过志强，你敢知影？我真是足惊的，我就惊我搁一遍伤害伊的心。是吗？金明是真心爱你，伊用伊的性命来救你，伊爱你胜过伊爱家己的性命。志强，我真是不知道我啥时候会答应伊的，迄个时阵。我看到伊为着我来受伤，我真是足惊，我足惊伊失去性命。要不过你有说，确实挽救伊性命，敢不是？莫想遐济，一切拢待金明身体好起来再讲好无？不管最后你的选择是啥物，我拢会尊重。无代志啊啦，感谢有做保庇，多少伫个天地，嘛保庇哥哥的啊。哦，恁老爸啊，大慈大悲，连歹人也要保庇啦。我讲的是哦，今晚上咧老好哩。海水啦，今晚上你敢来啊？我哥哥无死，你真希望吼？哈，结果无代志。哇！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哦！金先生，头拄仔伫酒会上，你的后生自称是罪人，请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这讲起来话头长。我的后生伊酒会火气较旺，甲别人发生纠纷，差一点仔闹出人命。我这做老爸就苦劝伊爱家做家当，伊无法失望，所以才讲家己是罪人。现场出现的杀手，伊是毋是甲你后生有结冤仇？杀手啊！哇，现场就我抓到啦！啊，若讲伊的杀人动机，得问警方。即马
我替我后生，请上届好律师退辩护，希望伊受到公平对待。金文山，你讲的真水亏啊！啊，那安尼，恁查某囝金文的死，你要哪解释啊？阿鲁爸，你讲这个是啥意思？阿鲁爸，金文明明是个中医开枪甲拍死的，甲我有啥物关系？明明是你，闭关闭关！是哦，小姐。这明明是金花，伊家己精神错乱，要害家己亲生老爸，再害家己无命的。各位啊，这讲起来吼是非常非常的悲惨。金先生，你真够有病干嘛？死的拢会当讲做话呀？多谢你的娱乐，这是我生存的办法。安生，金花的死，敢不是真甲你有关的？阿母，是甲金妈要起痟的。金妈这一台伊都下注，这一切拢是伊主导的，不有禁锢。哦，你当时解读叫做侦探哈，计遐伪造禁锢来骗人啊！金妈生，你敢不信？阿鲁爸，你该放开。人伫咧做，天伫咧看。金妈虽然已经乌色啊，也毋过，伊感觉活喺每一个关心伊的朋友啊心目中。伊的死来真正甲你有关系，你是否是心惭愧？你才会当得到赎罪。伊的死甲我无关系，我无需要赎罪。你需要赎罪。啊！不过我看你根本就无悔改的意思，我惊你永远都袂超生。无啊，故意啊，故意！你看卖咧，我金万山做人光明正大啦，啊，伊煞一直搞诽谤，恁讲看卖咧，有道理也无啦。你根本是做菜化了差。请问你甲金大爷搞有冤案？有啥物安尼诽谤伊咧？有啥物咧？请解释一下好不好？请说明一下嘛。我就是胜利者，我是永远不败的胜利者。金雄，你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那无搞卡电通知一下。来来来，进来坐，进来坐。金万山，莫来这套。金雄，你叫我什么？我刚才问你一句，你当是要去做啥？你用这款的口气。对你老爸讲话，你无资格做我老爸。金龙，再讲一遍，我要断绝跟你爸仔囝的关系。金龙，我千万的家产，还有高宝集团的补助，你拢袂变心。不好意思，我无遗憾。金龙，你爱知影，甲我为敌，绝对无好的结果，你唔通后悔。是啦，我是后悔，我后悔我辜负我亲生老爸。林天星，唔捌栽培你，你凭什么跟我比？伊敢对伊的错误负责，愿意牺牲伊的性命，也原谅得你。你这世人，拢唔免跟伊比。你命，你的命，你的死。拢是我害你的，为今日开始，我跟你无任何关系啦！你忘恩负义！金文山，家头上只有心，莫搁这边不好。我就是天，我就是神，我不爱敌什么，我就什么，心只为王好啦！这物件，你提起啦，妈，来走，兄弟们。走出去行大门，什么拢无啊！你唔通后悔，走，走你走，我就无你稀罕嘞。金万山，就算讲你用一切无正当的手段得到所有的物件，你敢知影最后你得到什么？是众叛亲离，无亲人，无朋友，是孤独甲寂寞。你个点去！好了，加点了，
还阁有啦，你注定啊老孤骨，无亲无情，大家陪伴你的就是一世人的罪孽啦，甲你害死的缘分啦，你莫讲遐个，我甲你讲，是命欠我三分，你若敢搞一点，你就是该死，该死，拢总该死。我是姓李杰，江明杰，林万山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我带你查某囝今晚来看你啊。爸，我出国了，你来陪我。头家，你不是人，我对你这忠，连我你都出卖。林万山，林万山。李叔啊，你输在良心上，你这世人永远拢输我。我不输，我不输，我会胜你，我会胜你姐，我是最爱胜你姐，我是胜你姐，我最爱胜你姐。我是金总裁，您两个听我话，也无了无，您一个一个死个真歹看，有听无？因为我是金总裁，得到最后胜利的金总裁，我是胜利者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金万山用心计较，最后我只会当在精神病院度过以后半世人。道生，一切拢结束啊！害人我得到报应，你也应放心啊。喂，金明啊。心爱，你什么时阵有闲？我有代志要找你。金明，金明，媳妇，我伫遮。媳妇，这是我的心意，送你。金明，这礼物收过着吗？刚讲你袂记，你刚刚讲的话，你有答应我，卡说我活落来，你什么代志都愿意为我去做。刚讲你是要反悔？不是啦，金龙，你听我讲，我是麦，你先听我把话讲完，我要去自首。虽然中医无死，啊，不过我必须爱为我所做的代志来负责，安尼我才会当重新开始。假使我去找家，我真正唔知我什么时阵才会回来，我什么时阵才会当看到你。是吧？
拼命救我一命，我这世人拢永远记在心肝内。啊，不过我必须要坦白甲你讲，我的心永远属于这个。你讲啥？你敢会大声阁讲一届？我讲，我爱志强，我这世人永远袂改变的。文志强，你敢有听到？是吗？他说我让你别提，你那话都讲出，你对志强心声。是吗？恁两个人串通好来骗我，这是我想出来的妙计。是吗？是吗？太有假啦！你想这间话想足久的久。阿鲁瓜，一点仔委屈，我是哦，会甲伊救倒来哦。伊怎会走？伊才留信息。伊若是要甲你抢走，我一定甲伊抢倒。哦，进步嘞！哦，至少会抢到朋友，是啊，变关系啦。志强，我离开了后，你甲心爱爱做伙。甲我照顾哥哥一团，还有三支棒球场的训练营。等我回来了后，咱才来实现棒球理想。我一定尽责任去做，实现咱共同的棒球理想。志强，我已经真久无这么轻松，这么自在。Oh,